哈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又到我们的贴皮时间。那来自桃园市芦竹区的吕先生给我们订购了 CP 值极高的一组，这个是由我们台湾的那个很有名的厂牌 Double Day，那算是早期日本知名品牌的代工厂。那他们自己有开发一款是纯木漆夹。那我们这个总共有三个柄的颜色，那吕先生是挑选的，就是很像之前有那个已经退出那个桌球市场艾迪达的那个配色，对，那我们是挑这个蛮漂亮的花纹，当做一个给消费者选购的一个样式这样。OK，那这一支其实漆甲板来讲还蛮有名的，因为它跟 Stiga 的 CL。其实为什么坊间那么多会出那种漆甲板？那结构基本上都跟 CL，应该说大同小异啊。那借此也给各位看一下。那我们前面如果有音频，大家可以去比较听看看，它跟 CL 的差别，厚度是相当差不多。那力量上其实我觉得不输 CL。那这一支其实，蛮多人选择的，是因为价格算是蛮优惠组合。那它搭配就是。我们的那个优惠套餐就是卡博尔，然后瑞科特出的这一张也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胶卷。如果以休闲啊、业余来打，那这个就是写专业的训练套胶。当然你说性能，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待会我们就顺便一起粘胶。训练休闲打，我觉得业余啊，训练上我觉得蛮好的。算是它有分啊，我们都是进这个中软的材质，那厚度它是写 max，但是我觉得这边看其实不会到很厚，对啊，因为毕竟大陆皮它好像都会做比较厚一点。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哦，这张我刚好研究一下，不知道好不好抓，它的气孔其实看一下哦。因为这光源的部分不是很好抓，如果我到时候有图片，我再补上去给各位看。不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这边其实看它气孔还蛮大的，很像那种就是比较微弱型那种蛋糕海绵。对啊，这边这样看包清不清楚？对，OK，那可以的话我再补图到我们就是影片上面给各位看。好，那。原则上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做粘贴。那正手吕先生是配置红色的，那这一支因为它算是优惠组，它没有特别的样式涂装在上面。那我们一般就是以就是它的那个厂牌 logo Double Day，然后以这个字槽上当正手。OK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胶。那我们就稍微等胶水干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那我们准备粘贴正手红色的部分。这一款优惠组真的还蛮多人问的，因为有打过应该都知道，这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款。以纯木漆甲来讲，其实市面上还蛮少有。应该说价格啦，很优惠，很便宜，然后力量上又很足够，而且这个之后你胶皮就是撕下来换掉升级，都是一个可以算是很大很大的空间。对啊，板子不会因为说哎你想要换好一点皮，然后力量支撑不了。
接着上反手的部分。那这款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嘛，三款雾把的颜色配色可以挑选。那如果有兴趣的，当然就是看你要怎么配皮。如果你原本就是搭配活动组的皮不要，那你就是可以选其他的胶皮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等胶水干一下。A few minutes later. OK， 那我们准备粘贴反锁黑色的部分。看一下我的切割功力还行呢、啊，好，就还蛮完整。那我们准备上边贴。Okay, 那我们就来试定一下这个有一样台制版的 CLW7， 然后定看看那个音频。我们稍微放大一下，我们把距离拉远。力量上其实没有到速度很快，但是你可以感受那个漆甲板的那种力量咬那种爆发力，因为这张皮毕竟本身就不是高性能的胶皮，就算是比较初阶休闲打或是刚开始学啊练习手感，对啊，中规中矩啊，不会到性能非常高。对啊，那你像你习惯了以后，习惯是板子力量啊手感之后要升级，基本上都有很大的空间。对啊 ，OK， 那今天简单的贴皮的过程大概就到这里。那感谢，再次感谢吕先生对我们支持。OK， 那如果有其他想要怎么样做搭配，不知道怎么配，欢迎在影片下面做一个询问留言。那有机会我们都会慢慢就是跟你做一个互动，然后去介绍。OK， 那今天的粘贴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。